他看到有一个游民呢进去了一个叫做维修口的一个洞里面，然后进去之后就没出来。一样一样，哎，不是这里啊，一样。这能继续？你真会啊！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炫凯集合。谢谢。OK， 今天没有 share 弟弟，因为呢，今天的影片很可怕，很震惊，然后我们不确定真实性。开场，我们先问大家，就是大家有搭过捷运吗？每天。没错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没错。哦，我以为你刚刚说没错了，他讲英文的。不好笑。Metro， 嗯。Metro 就捷运没？我知道，我以为。不是。好，没错，我讲的捷运呢，因为呢，大家捷运的时候应该会走过一些就是那种通道嘛，或是那种板南线要去淡水线，然后要走很长远的路。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走那些通道的时候，有没有注意过一些来旁边的消防栓啊，或是有没有一些不知道什么作用这样？好，就最近呢，我们看到一个文章，然后我还蛮吓到，就是呢，有一个人他在某个捷运站啊，然后他说他看到有一个游民进去了一个叫做维修口的一个洞里面，然后进去之后就没出来。那是他的家吗？对，但是我们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文章，文章说的叫做你们鬼哥的三猫流的某一年夏天，我刚刚经过这里啊，我看到有一个街友呢，正要躲进维修口的那个洞口里面睡觉。如果他要是在里面那样的话，怎么办？就里面大概也不凉吧。然后后来呢，他跟清洁人员讲，然后清洁人员说这些都是大爷，他们清洁人员惹不起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照片，第一张照片，噔噔。哦，这是应该是台北车站往那个机捷的方向啊。这个照片有怎么样吗？哦，就是一个洞。哎，可是这个洞看起来很小哎。这张图，等等，这边呢？它是指中间那个维修口。这感觉很细长哎，怎么可能住人啊？等一下，所以他们是说他从那个洞进去，然后里面该会有另外一个世界吧？地下城。寄生上流，该不会这个里面是个很大的空间吧？然后里面住很多人，这是什么奇幻世界啊？我记得有一个留言是说，他曾经也看过一个女街友进去过，所以不止这个作者看过，也有人，也有其他人看过。然后其实有一个电影呢，就是跟这个很像啊，就是有人住在那个地铁捷运下，就是有一个电影叫做《嗜血地铁站》，有一个杀人魔不是吗？对，然后就半夜的时候会出来那个狩猎，对，然后就是如果你是落单的人，或是晚班最后一班没有搭上的人就完蛋。对，然后主角好像就躲进去，对不对？就是很像那个现实版的那个嗜血地铁站。对，但是他们如果半夜不是捷运都关了吗？那他们要怎么出来？他们好像还是可以出来吧，只是里面应该全黑，所以他们可以自由进出。哎，如果真的被我们找到，我们后面会不会就是进入我们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的画面呢？我们等下进去那个地下城。没错，我们就马上出发吧。我们直接看看那个捷运站究竟有没有那个维修口啊，究竟能不能打开？我们再问问看那个清洁阿姨、清洁员工，我们看能不能问出什么个名堂来。那我们出发吧 ，Let's go。Go。好，没错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西门捷运站。因为我们想说，哎，我们刚好都经过西门捷运站，那我们先从西门捷运站找，看会不会有那个所谓的维修口。那个文章嘛，那好像是在北侧的样子。那我们现在看有没有所谓的维修口？那感觉是好像是一个什么关起来的洞还是什么之类的。消防栓，但是没有那个维修口。对，它那个维修口真的是有没有人搭捷运有注意过？我真的是从来没有注意过，还是里面去住人？这太浅了吧！听说里面其实有个暗门，另一个世界。我们现在在找就是所谓的都市传说，但是也不一定是真的。这边有一个消防栓，但是都没有所谓的维修口，西门站好像没有。所以我们待会顺便可以就是问清洁员工或是游民，我们等下去访问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真的这个事情。如果有的话，他想要带我们去探索怎么办？他说哦，来来来，就是这个地方哦，请进请进，然后我们就一起进去，我们就到另外一个世界了。你就再拍一集啊，体验住那个啊。对啊，我们就真的到了地下城哎。知道吗？使用砂轮机的时候请注意安全哦，不要用受伤喽。那你不会的话不要用哦，会了再用哦，好不好？赞。然后那我现在已经到台北车站啦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就马上来看一下刚才文章好了。Give me。哎哎哎，大声的。
下面有留言说他们曾经看过有女游民也有进去过，干嘛？那我们就马上来找找看，不然还是 go go 101耶，曾经最高的大楼 Taipei 101。赞，或是这个影片最后，说不定会出现是在最大家看到最后，可能我们在已经在地下室，我们在哪里啊？我已经迷路了。我跟你讲，北侧很容易迷路。嗯。Nope。哇！同事快乐。等一下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同事快乐。你不要黑了。祝你生日快乐。那我们的生日。找到了，地下城的入口。没有了，就是电信箱啦。会不会是障眼法？电信箱起来还是一个入口，神秘入口。但是我们今天一整集我们都不能碰了，因为那个是一个那是政府的东西，捷运的东西，我们是不能碰，所以我们只是看能不能找到那个点，然后我们再去问清洁人员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地图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迷路，我们 we lost in Taipei Station， you know？ 你不是天龙人吗？你怎么会忘记？ I don't know. Who am I? Where am I?现在我在这里。如果你第一次来台湾车站的话，你记得来看这种地图。机场捷运往左边走，所以可能就会到。我们往左边走吧。对，往那边。你会走到那个了，维修口那边。我们目前都还没看到所谓的维修口。还没，没有看到类似的。会不会风冲起来了？那个应该是近期的事情，所以应该还没。应该是好像近期发生的。哎，是不是同一点到了？还蛮像的，对不对？有像吗？我看一下图，我看一下图。同一点，对不对？哎，一样。一样，不是这里啊，一样，这是地下城的出口了，这能进去？找到了，真的吗？就跨进去之后，原地生活哎。可是我看上面有锁啊，上面有锁起来吧？是平常不会锁，太扯了。假的，前面看看。是吗？所以那可能就是经过这里的时候，刚刚有人这样进去。哎，脸是黑的哎。灯呢？哎，那边还有一个维修口。那边还有一个。那维修口它维修什么？我是不懂。我们等下去问清洁员工。哦，那边有一个。这地下城的入口。完了，意识哎，这边超多个，你看。真假的？哎，那边有一个，两个。这边都是啊。这都是维修口，那我们去问那个清洁阿姨。可是有可能吗？怎么可能在里面生活？维修口应该里面应该都是一些按键的机器吧？怎么可能在里面生活？你去问一下清洁阿姨。我们现在去问问看清洁员工，因为我们找到了嘛。嗯。但是因为我们是直接不打开啊，如果我们真的是打进去的话，我们应该也在紧急。要配个灯啊。那我们去求证看看，最近那个大家看到的事情到底正在讲。好，我去找。那边的维修口是真的会有，就是会有游民进去。哪里维修？就是那边对面的维修口。是真的吧？真的有这个事情。突然，他是你妈呀你！你是社会人，也是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。你抖音里还放空那个空的。哦，了解了。我调。我他现在没有站在那，有时候站在那里，这边大小声。对呀、啊，现在没有站在那里，有时候完全没有，会觉得站在那里大小声。是真的，真的啊，真的。他们是住在里面睡觉、哦、有没有住在那边？我不清楚。但是有时候在那边大小声啊。啊，对。当你过来呀。从上面的下来。从有你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他们真的会进去的，要那种维修口。现在的空间了呀，你要这样不要进的。进完了。检查一下，听完了，骂住吧。好一下，早上好像5:30。哦。早上的时候会进去。对呀。一楼起来。好。谢谢。好了。哦、我以为是，哎、欸，是真的哎，刚那个清洁工阿姨，还有一个也是熟悉这边的一个贝贝，他说真的是真的，而且大概早上或是他们真的会进去这个维修口再看一次，还是我们就在那边守株待兔？那么待到晚上哎、欸，晚上就来这边，哎、欸，大家想看吗？会不会等下有人从那边出来啊？哎、哦，哎、欸，帮、欸、我们这边问，大家想要看吗？大家想要看我这边守株待兔吗？真的，哇，吓死我！因为我刚刚。
有时候阿姨可能会说，哦，无啦，骗人的啦，我这些代志。但是在这边工作的清洁工阿姨都已经说真的有了，而且有蛮多个的。还有在地的北北也说这是真的。那个记者姐要回家了，你进去吧。哎，这太震惊了啦！哎，我真的吓烂了。欸，他如果有看过的话，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如果你真的有亲眼看过游民进去的话，那差不多先这样。那我们就差不多回去 ending。然后呢，大家可以留言，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亲眼看过或听过这个事件，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好 ，Let's go。Go。回去结尾 ，Let's go。好。好，没错，各位，我们从捷运站回来了。刚刚我们去了西门捷运站，还有台北车站。对，那西门我们是没看到维修过，但是北车那一条。很多哎，对，至少三四个以上的维修口哎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维修什么。但是刚刚我们不是有问那个吗？清洁阿姨，她是说真的有哎，有几个游民真的会进去，然后他们好像管不了，因为我们刚好看那个几个都是需要钥匙才进得去，所以他们是没有锁是不是？还是他们有钥匙？而且我刚刚看到的维修口差不多这样而已耶。维修口，对啊，就是很大哎，那要很瘦的。其实我应该也进得去，就是大概这样一下应该就可以进去。好像挤一下呀。对，所以他们说好像是刚刚有一个阿姨嘛，还有一个伯伯就说，好像早上的时候他们会在那边进出，所以那边真的是个可以生活的地方吗？他们在里面睡觉，但是真的还蛮震惊，老实说真的蛮震惊。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真的游民进出，但是我们已经有通过那个阿姨，就是他们每天在那边工作嘛，所以他们一定有看过。然后他们就说真的有，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。这个网友这个文章说，这个他看到游民进去是真的。对，只是说我们没有拍到画面而已啦。啊，太震惊了！我们真的找到了这个捷运的地下层的这个入口了。虽然我们没进去，但是呢，还是非常的震惊。那大家，如果你曾经有看过有游民进出这个维修口的话，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对，你有没有遇过？好，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捷运的都市传说，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呢，我们就马上去帮你们探险探索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小黄居，一定要追踪哦。接下来会支持我们，今天我们两首歌听起来。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加我们的会员哦，不仅仅有会员聚会跟会员礼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社群，跟我们一起聊天互动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 ，Let's go。记得留言哦，每一则留言我们都会看，拜拜。再从今快拒绝我，就让我死心。拜托你不再追求那么死心塌地，把所有好的坏的都删掉。It's time to let you go。拒绝我，就让我死心。回到床的不在乎，其实很不安，藏着对你的爱慕，我说不出。